全球共有约67亿5000万人口，我们每个人只是其中的67亿5000万分之一。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民族，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肤色，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。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，请珍爱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。爱心博客，公益新主张。